你要哪一个？要转哪一个？当然是这个，因为这个很难转，这个颜色很难转。好了，那我现在把它弄乱。你先把它转乱，再开始录。没有啊，弄乱的时候也要录进去啊。不用吧？你管我，反正等一下你要把它转正常就对了。那现在是有录影啊？已经在录了啊，我现在随便转啊。然后等一下。你知道它消音吗？你去那边坐着，等一下给你转。现在就随便乱转。转到最乱，看你能够多久解出来。啊，妈妈，那个计时器拿给我，这样等一下录的时候就可以知道，快转的时候计时器也会跟着快转，就可以证明没有剪片。拿不起来啊？因为没有绑住。好，现在我先准备。计时器放旁边。你现在开始了吗？我怎么开始了？哦，好好好，没关系，计时器也在动。快好了哦！啊，好了，才2分半而已耶，真假的这么快？哇塞，一定是我刚转的不够乱。结束。